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这是之前也有参加过路跑活动，那但是这次的主题很特别，因为就是又有红酒又有美食，感觉就是跑起来特别轻松。而且因为十一二月现在的天气，我最近也更喜欢跑步，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点跑步的习惯，所以我知道跑步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，所以用自己喜欢的速度配上好吃好喝好玩的心情去跑步，其实蛮好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也祝福参加的朋友可以玩得很开心啊！然后而且这次专辑里面也有各个跑的关系，所以可以边跑边吃边玩边听音乐。我其实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心里充满了就是画面，就感觉好像会有一群脸红红的人，然后在河堤边跑步。然后其实很期待那一天的盛况。然后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很好奇，就是一边喝红酒，然后一边慢跑是怎么样的感觉。所以这种时候呢，这么特别，一定就是要跟着自己的好朋友，然后带着比如说摄影器材去把这特别的一幕记录下来，然后是个很好的体验。希望大家多多来玩。